花米指名高去告媒体，我想在历届的花莲县长里面以布昆奇居冠。过去我所历任的王庆峰县长也好，庄福兴县长也好，谢深山县长也好，没有人花这么多钱这么多的诉讼去告媒体造成寒。你知道的是有几件？我知道的部分，苹果日报就很多件了，然后东方报，然后报道者等等的。这个礼拜还有四个不起诉，我在这里透过大会来跟不起诉的媒体致敬和恭贺，告诉媒体正义不会不到，只是稍微迟到一点。用公堂告媒体，哪一件不能讲？对，你知道这个告的是也是另外，你要讲宪政的问题吧？就宪政问题，你花的是民脂民膏。你一天到晚只会讲吴昆萁怎么样，你又要讲到底花莲县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县民嘛？就这件就对不起县民。对，是怎么样对不起县民？这一件对不起县民，花这个来告媒体。那个举票的事情是以前还没有当立委的时候，你不要少来了。对不起县民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多厉害的，你有办法你来抢我叶昆萁的好不好？我不会讲你，你讲我啦，刘小梅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讲你。玩这个太贱了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先让我讲了，太低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用这个这太低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手段，再讲一遍，对不对？你先告我啊！不好意思，太低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手段，好讲的，对不对？